神的显现是知，神亲自来到地上做工作，以他自己的身份，以他自己的性情，以他固有的方式降临在人中间，做开辟时代、结束时代的工作。这种显现不是一种仪式，不是一种吉祥故事的浮图画，不是一种神迹，不是一种大地异象，更不是一种宗教式的过程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都能触摸得到的，人都能目睹的实际的事实。这种显现不是为了走走过程，不是为了一种短时间的工作，而是为了神经营计划，神经营计划中的一步工作。这就是神显现的一所在。